这呢就是今天早饭了，一杯牛奶，一包饼干，然后吃完咱们今天就能到房车厂了。赶紧赶紧，那咱们现在加个油先，每天一加。哎呦，这都干了，每天都得加次油。咱们现在呢往江苏渭南房车厂前进，还有3个小时26分钟的车程，271公里，今天下午呢就能到。哎呀，终于要到了，怎么就？哎呀，国庆开车大家要小心啊！堵了半天了，已经是第三次堵车了，前面又有车祸，幸好前面是一个8线台服务区，咱们下去吧，下去休息一会儿，上个厕所，不然在高速上面也得堵着，我不如下去等了。是吧？哎呀，咱们下车休息一会儿，去买点东西吃，饿死我了。买了份锅贴，15块钱，然后加了点醋。哎，先补补胃吧，人有点开饿了。早上吃的饼干不顶事儿。好，在车里面休息一会儿，我估计上面高速路上还在堵着。就是咱们下面休息一会儿。咱们现在呢到达江苏陈集镇，仪征市陈集镇，马上就要到房车厂了，还有8分钟。哇，现在才下午5点钟，天就这么黑了。浙江这边要在新疆青海的话，到8、9点天还亮着，天都比这里亮。哎，往哪睡？我知道，我车停哪？你晚上怎么弄？那我晚上肯定睡车里了呀，那我能怎么弄啊？等我们这下班了，你把车子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好，这玩了几个月了？3个半月了吧？哎呦，好累啊！终于回到江浙。今天呢，阿婷就在停在这个位置的，好，停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在厂门口休息，明天把车检修一下。咱们就回家。哎呀，在房车厂里面聊了半天天，现在回到小白身边。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咱们把窗帘拉上，准备睡觉了。明天早起了，估计早起把房车开进去要整修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话不多说，好吧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明天见。 OK， 阿典现在已经起床了，现在是早上，哎呀，几点？9:19。哎，先去厂里看看，应该已经上班了吧，我已经刷牙洗漱完毕了。哇，他这边在修一条马路，应该以后能通车。现在呢，阿挺呢是在魏航的 C 型房车厂，这里呢有一辆大通 C 型，还有一辆依维柯 C 型，这两辆呢都是展车，所以说这里旁边的一些储物仓，所以就能省就省了。它这款大通 C 型呢有一个超大型的储物仓，给你们看看有多大，这里里面就能睡下2个人，比我的储物仓大不知道多少。因为它是牺牲了电池的位置，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空间。我是把锂电装到了床下面。咱们就闲着是闲着，先从这辆刚刚下线的依维柯 C 型的样车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它这边呢有一个储物仓，不过因为它是上下子母床的结构。所以说就牺牲了储物空间，它的储物空间并不是很大，应该比我那个还要小吧，因为它上下的宽度很小。我旁边呢也没有做一些储物的空间，因为它是样车嘛，就是为了展示而已，所以就没做。样车的
外观其实也没啥好介绍的，咱们去里面看一看吧，好吧。OK， 咱们现在到这辆依维柯 C 型的内饰里面来了。去最前面呢，有一张额头床，一张额头床，下方是32寸的小米网络电视，还有上面一个超大的额头。哇，这个额头比我大通的额头感觉大好多啊！它这个应该宽有1.4米吧，然后它的高度也特别高，高度起码比我那个高10-20公分吧。感觉躺在上面，人都可以坐起来。哈哈，啊，咱们把它抬起来。上面呢也有音响跟阅读灯，然后这边进来呢，进来上方是一个储物柜。它这个门比我那个好很多，它有自带一个垃圾桶，然后还有个遮光帘，然后这边呢是储放一些小物件，这边是应该是一个鞋盒吧，它这个鞋盒做得好呀，它这个鞋盒是真正的能放鞋的，我那个只能放很小很小。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环形卡座，它这个布局跟我那个挺像的，它就是后面是两张床，上下子母床，就牺牲了上方储物格的空间，就上方没有储物格。它的上下子母床的下床跟我那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应该也是1米2宽1米2长有1.9米吧。然后上床应该是一张90公分宽的吧，应该是一张90公分宽的。然后长度呢是一样的，上面跟下方都配备窗户，然后都配备一个阅读灯，然后跟一个充电的接口都有。然后下方这张床呢还有个储物格，挺方便啊。让我试着躺一下啊，试着躺一下感觉压不压抑啊。哎，其实也没有特别压抑啊，还行。它这个上方额头床好像还能折叠的吧，啊，对，还能抬起来的，能抬起来可以折叠的。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，这个应该是100，比我那个冰箱小一点吧，沧浪的冰箱。哦，里面空间很大啊，这上面的冷冻空间感觉比我那个还要大。往下方冷藏，那就空间挺大的，这冰箱空间挺大的，双开门的冰箱。然后上面的格局呢，微波炉、行车空调都一样。这边呢也是一个衣柜，跟我那个车一模一样。这边一个3000瓦的逆变器，然后一个暖风，采暖的暖风。然后洗手间也是差不多，它就是比我多了一个这个，又多了一个这个储物的东西。它这里还多了一个灯，别的就没了。就整个格局这样看上去还是挺温馨的啊。上下床，然后还有一个超大的额头床。哇，它这个额头床真的大，感觉真的睡两个人绰绰有余，还很富裕。然后这边呢是两个储物格，上方还是一个储物格，这边是一个酒柜，然后大天窗。不过这辆样车的水电配置我是不太知道，不过既然是样车的话，水电配置应该不会太高，毕竟是用来展示的嘛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水槽，抽屉，多余的一块功能板没了，然后上放一个红都的行车空调。就其他格局，这款呢是依维柯的。哦，下去拍拍外观啊。
这应该就是卫航最新的吧，最新的大通依维柯。它的外形还是挺圆润、挺饱满的，特别是它这个额头，感觉胖胖的，是吧？车样子呢就长这样。